大家好，我是老白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在我们的那个群晖虚拟机里面，我们虚拟的一个 Win7 来作为下载机。我们使用百度网盘来下载我们在百度网盘里面的文件。其实，在群晖 NAS 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从百度网盘里面下载东西。比如，我们这儿就可以看右上角，这个就是群晖自带的工具，它也可以下载。它呢就是和那个同步。你在百度网盘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子目录，你把百度网盘的文件放到这个专用子目录里面，然后它就群晖就可以自动不同，就是不停的把这个文件运到你本地的一个子目录。比如你看，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子目，好，就百度云盘下载，它就不停的，就放到这个子目录里面来。但是这种方式我发现有个问题，比如我去导照片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有时候文件呢它传不完，比如1000多个文件，它总要少几个文件，这样就很麻烦了，就是说你会出错，不能保证100%的把文件同步回来，这样我就受不了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虚拟机，也是因为我们想把文件100%的快速的回转回来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工具，就是这个盘 downloader。盘 downloader 呢，那是个非常好用的软件，它可以高速，基本上接近吧，咱们说不要达到那个，就是你宽带的满速不容易，但是接近的速度，或者说大部分的速度，用这样的速度去把你的百度网盘的东西，取回来。哦，其实百度网盘是个很好的工具，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利用它的离线下载，去把我们要的，比如隐私的资源呐，或者说网盘的资源呐，或者说安装盘呐，放到百度网盘里面，然后再下载回本地，这样就非常方便。只不过现在就是像磁力链接啊，还有迅雷的链接啊，很多链接在百度网盘里面已经不是很好用，用还是可以用，但是不是很好用。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是电驴的链接好像还可以100%用，至少最近我是看到的电驴链接100%还可用，只要是电驴的链接放上去，它马上就能下载成功，然后你再利用这个虚拟机的功把它拖回本地来，这样就很方便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软件，这个软件安装很简单，它是一个绿色软件，你把它解压出来之后，你看这个盘 download 的2.06。解压出来之后是在这儿，好，进去，然后你可以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，很自然桌面就有一个，然后就可以打开来了。打开来了第一次它就是需要登录，登录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用户名，就是密码，另外一种可以就用手机扫码，就是你手机上的百度网盘，你扫一下码就可以自然就进入。这种方式是比较好的，我们用来说比较好的。好，我们打开。OK，我这已经登录了一个账号，进去。大家可以看一看哈，这个账号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VIP，也不是超级 VIP，也不是超级用户。你看这，它只有1T 的空间，它什么都没有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下，这是一个电影，好，我们把这个电影先下下来。我们先下一个电影看看啊，下载，很简单，它马上就下载了，就在这儿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它速度，它几乎瞬间就满速，就不是满速嘛，就是达到很高的速度来下载了。啊，这个2T 的电影，它2分钟就可以下来了。我觉得哈，如果我能够
有一个工具能够快速的下载我们百度网站的文件。我现在见到的最好用的就是这个，不管是那个群晖自带的工具，还是什么容器啊，还是什么套件里面那些装的工具，都不如这个差远了。这个我这个不是 VIP 用户，也不是什么超级 VIP 用户，它的下载也达到很高速的下载，这就很好。好，我们都还可以同时下载几个文件。这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呢？就是 Windows 7.0.6从 MSDN 拖过来的。好，下载。它可以同时下载。我一个建议哈，一个建议是这样的，就是它的有一些设置，设置里面它有并行任务，它就开了三个，不限数，最大连接是8个。它这个最大连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可能你下载的这个文件在它的这个百度网盘里面，可能有8个。有很多人都有，所以他可以把它拖下来的同时，是最大连接数是8个。这样的话，你如果太多了，实际上我试过哈，我试过128个，结果啊，还下载速度还慢呢。所以我就觉得就用它的那个缺省数字就可以了，不用改。反正我觉得缺省数字我下载的很方便，不用改。你看，它现在下载的非常好。它也不需要 VIP 账号就可以这样下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哈。但是我提醒你哈，因为咱们这个 Win 32，就是我这个 Win7 Pro 啊，32位的，它安装完了之后，它的那个 IE 啊，它是很老的 IE 8.0，所以说有可能这个。这个 pandownload 它就文件列表，它就看不到这些东西，它是要求你升级到 IE 9以上，就是 IE 你把它升级到 IE 9以上，或者你就拖个 IE 11把它升级了，啊 IE 变成 IE 11之后，它这些目录列表就能看见了，它就可以下载，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小小 bug，它就必须要求你的 Windows IE 版本是必须在9.0以上。这是它的一个，我觉得就是要求过分的地方。但是它这个软件可能是编写的时候，里面那个库可能对 IE 有个要求，所以你就不得不按照这个要求来做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叫 pandownload，它能够方便快速的把我们百度网盘的内容拖回本地，啊，几乎是20多兆，它最大速度我接近30兆，最低也就20多兆，这样的速度拖回本地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，非常可观的。好，这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大家订阅我。